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他叫陈菊花，绝对是初赛中最激情的选手。像我没有很高的文化，没有读很多书，但是我很喜欢舞蹈，很喜欢艺术。谢谢，谢谢能给我这一个机会。你说今天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一个就是一下子让我变成像明星，冠军可以一下子让我成名。我一二三。你的舞蹈和名字是一样，像菊花一样开阔，就是一个菊花呀、啊。开始都自己开了，开了没怎么样，没把握了，然后被人掐了一拳了，已经被掐破了，真的还笑起来。南京初赛满足不了菊花的激情，他又千里迢迢赶到长沙一圆梦想。我要争取夺大耶！这次他可是有备而来。哇，你好性感啊！真的把你吓到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吓到我。哎呦，别来无恙跳花圈是吧？不行。或者是有呼啦圈做道具，做道具就行了，圈放不起来都没关系。哎，对对，是吧？你这么了解我啊？菊花，你我问你啊，你今天又被淘汰了以后，你还会不会来？我会来，我就想问你下次在哪里。他真的可以当这个节目的朋友，嗯，我会鼓励他真的别再来参赛了啊，因为坦白说他过不了初赛的。我下次还会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。